掌门人翻嚟啦！呢日开心无敌掌门人首次录影，仲招待咗400多位现场观众。虽然因为要紧守防疫规例，唔可以全坐满座，但系位位都睇得好开心。相信见到呢个场面，最感动嘅系掌门人智慧啦！看到啲小朋友，看到所有嘅觀眾喺廠裏邊，好開心，好開心，真係，唉，做掌門人我自己做今日嘅節目最中意一個節目，因為咧其實又可以同大家分享開心，自己做又開心，仲有錢收，我哋嘅好啊，真係冇得頂，人生邊有工作咁樣㗎，咁錢。呢集由 Eric Kwok、鄭融、姜麗文、陳冠仁、連詩雅組成嘅歌星隊對戰陳瑩、周家樂、JW。张永康同朱敏瀚嘅痞子殿下队，两队上场玩开心无敌，揾啖食时都放低晒偶像包袱啊！咁多位中最有经验嘅应该系姜丽文，今次仲由佢做歌星队嘅队长，难怪佢哋都胸有成竹啦！是啊是啊，我跟洪天明一就我不记得，不知十一定十三次，我唔记得。搞错啊！系啊，跟住差不多次次都赢啊，以前。我唔记得系咪？压力喎，即刻。唔系，就系因为我性格系咁，我系一定要赢嗰啲咧，所以咧我好怕，因为我如果我唔赢咧，我变嚟会好。好彩你喺我哋队啫。太 aggressive。咁你如果我搞到你哋输，你唔会嬲？唔会。睇点先啊！我尽力。结果边队赢就当然要等7月31日播出的开心无敌掌门人先知啦。唔止一班艺人玩得开心，有礼物拎走，现场观众一样是满载而归。为了令观众开心 double up， 智慧同长老们亲自送现场观众离开之外，仲贴心咁为他哋每一位送上大礼。难怪观众们咁中意掌门人啦、啊！